有一对哈。那你们如果要说一抓门神的话，最好是用红色的，一抓起来会比较美丽哈。那先将墨汁有没有倒在里面，然后以螺旋状的方式哦哈，把这个墨汁破开了之后呢，还是以螺旋状把它均匀的涂抹在这边，有没有？好 ，OK。然后呢？他们怎么又踢掉谁？张女士，张女士有没有？就放着。然后将空气有没有破开之后，以螺旋状的方式，迅速的哈。来，各位同学，你们哦，如果自己的案件，你们可以自己 DIY 哦，那要不然的话，陈老师可能会教你们今天做的假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他的头啊，你在上面。这就 OK 了，一直塞进去。那是没有你挂手的，他才袂夹他夹着手。可以说其他的作用。我好。说穿了有些讽刺，怎么不可以这样？